大家好，我是 Jessica。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江苏盐城科马工厂。韩国科马以韩国科马集团为中心，下设韩国科马、HK InnoN、科马 BNH 等子公司，分别经营化妆品、医药品、健康功能食品事业。大家都知道，韩国科马 BNH 是韩国科马与国家投资研究机构韩国原子力研究院共同设立的企业，研究开发以自然产物为基础的新材料，并实现产业化，是韩国未来创造科学部成立的第一号研究所企业。韩国科马 BNH 2006年开发完成幻力影后啊，就开始了与爱多美朴韩吉会长的缘分。爱多美中国成立同时，韩国 BNH 也开始扩展中国市场，建立了江苏科马，双方在中国续写和扩大合作。2020年7月，中国爱多美与江苏科马的合作开始。2022年，国内开始生产爱多美石榴汁果冻，目前正在准备为爱多美家人们带来其他的多种健康食品。江苏科马作为韩国科马 BNH 的中国子公司，与我们中国爱多美产生了哪些神奇的化学反应呢？下面让我们一起进入到江苏科马去看一下吧。Jessica 你好。你好小杨，欢迎来我们公司。好久不见了。是的，首先非常感谢爱多美公司对我们公司的信任，也感谢爱多美的消费者对我们公司产品的喜爱。我们公司呢是韩国科马集团旗下的中国子公司，也是韩国保健食品工厂中第一个进军中国市场的公司，作为韩国代工企业首次引进了 ODM 模式。我们也是中国国内唯一兼具研发及生产的韩国 ODM 的企业。好，我们进去看一下。好的。那小姚啊，我们爱多美的会员啊，对我们科马的三大部门也非常感兴趣，你带我们去看看呗，然后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好的，好的，我们去看一下。这一块呢，就是我们的研发区域。我们的产品从研发到生产到质量品质，我们都会进行一个管理。下面我带你去研发看一下。大家好，안녕하세요，강소클마연구부송진욱입니다。한국클마는전세계500대기업으로연구개발부터생산까지종합서비스를제공합니다。매년 20% 증가하는추세이며이런결과뒤에는한국콜마의부단한노력이뒷받침되고있습니다。전체인원의 30% 이상이연구개발원이며매년매출의 5% 이상을연구개발에투자하고있습니다。고객사에서요청한기능성식감제형등에따라1기업1배합의기준으로제품을개발합니다。我们呢现在所在的地方是我们生产车间的参观通道，你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些生产设备。爱多美的石榴果冻现在也正在进行生产，我们去看一下吧。好的，好的。现在生产的产品是爱多美石榴汁果冻。江苏科马工厂拥有专门的果冻剂型生产线，100%还原了韩国科马生产线及所有的设备，都是从韩国引进的。果冻液体通过管道输送到我身后的全自动果冻调包装机进行填充，最后进行冷却室静置2-3小时进行包装。우리회사는건강기능식품전문업체로4년간의노하우와선진화된설비로고품질의제품을생산하고있습니다。현재우리가생산하는석류젤리는젤리제형전문설비인조제탱크고속젤리충전기로생산하고있으며기타분말및정제제형도생산할수있는설비와노하우를보유하고있습니다。 Jessica， 我再带你去看一下我们的品质实验室。在生产过程中呢，品质是层层把关的，都要进行一个检验。저희품질은분석항목에따라각기다른설비의전문분석장비를사용합니다。모든실험은중국국가표준법을근거하며콜마의기술력을접목시켜진행하고있습니다。품질기준에따라저희품질팀의전문테스트인력들이원료입고부터생산과정까지모든과정의품질관리를실시하고있으며 ISO 9001, ISO 22000,
ISO 14001, ISO 45001, HACCP 등 공신력 있는 식품 인증을 취득하여 식품의 고품질 생산을 위한 기반을 제공, 제품의 품질을 향상시키도록 노력하고 있습니다. 今天呢，我是代表我们爱多美的会员来拜访两位的，想问一下两位啊，我们都知道爱多美的石榴汁浓缩液，它有一个很大的卖点，就是它采用的原料啊是土耳其的石榴浓缩液，而不是中国产的石榴浓缩液，所以想问一下两位，为什么我们爱多美的石榴汁果冻要采用土耳其的石榴浓缩液呢？붉은석류에는특히풍부한비타민 C 가포함되어있고폴리페놀그리고안토시아닌함량이좀높습니다그래서그런이유때문에여전히전세계적으로지금까지꾸준히각광받고있는과일입니다네효과도좋고저희가일단조사를했을때그게1년에딱1개월만저희가수확되는걸로일단원료를사용했고요그원료는신선한공기나충족한일조량을가지고저희가재배된원료를그농축한원료를사용하고 있기때문에중국원료도뭐나쁘다고는할수없지만저희가터키산원료가특히더저희가원하는성분의엘라그산이충족되어있는원료라고보시면될것같습니다석류젤리는강석콜마가애터미차이나의소비자들을위해생산한첫번째제품입니다당시애터미차이나박병관대표께서애터미차이나의석류젤리는배합이나맛에서모든면에서우수하게가격은높지않게개발요청을하셨습니다우리는애터미상품개발팀과모든조건을만족시키기위해정말많은노력을했습니다我们爱多美的产品理念呢是大众精品我想问一下两位是怎么理解大众精品这四个字的呢애터미가추구하시는절대가격과절대품질은일단저희연구개발에서시작이됩니다무엇이냐면고객을위한절대적으로우수한품질의원료부터선정이일단뒷받침이되어야되고그러한좋은원료들을써서좋은공정과품질을유지하고도적정한가격그러니까낮은높지도않고낮지도않은적정가격을주는게애터미가추구하고계신고품질과적정가격이라고생각하고있습니다那我也想问一下两位我们科马的企业文化是什么저희강석콜마는한국콜마 BNH 가중국에투자한자회사라고할수있습니다그렇기때문에한국 BNH 의이념을따랐다고보시면되겠고요가장중요한것은전저희가우보천리라는정신으로다가모든직원이힘을합쳐서생활을한다고보시면되겠습니다예우보천리는뭐한마디로얘기해서이제소의걸음으로한발짝씩나아가자뭐이런우직하게나아가자하는뜻이고요기본적으로뭐빨리갈수도있지만빨리가게되면뭐여러가지문제점이라든가이런것들이있기때문에천천히한걸음씩차곡차곡문제되는것들을다해결해나가면서목표를이루자하는그런의미라고보시면되겠습니다那最后两位有没有想对我们爱多美的会员朋友们说的话呢석류젤리는저희강석콜마가우보천리의정신으로2년동안개발하여애터미차이나회원분들께제공한첫번째제품입니다애터미회원여러분많이사랑해주세요쉐쉐따자